肖医生，如果你不行的话，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去问问看，还没有其他医生可以来帮忙。没有关系，可以的，淡定。小孔面积真的好大哦，肖医生，没问题吗？相信我。 对不起，我到台北。 马上传简讯给你，我爱你。 在日本，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女朋友，就是小彩。所以代表你的记忆已经回来了。这个事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？还没有。那夏祥琪呢？他怎么办？一直以来，我跟祥琪都只是好朋友。 我知道他也一直都很喜欢我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爱意。永秀。 不要怪我，我是真的很爱你。虽然我用的方法很卑鄙，但那都是为了你。我不会后悔。希望明天醒来，你可以彻底对小彩死心。 祥琪，起来，起来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嗯。
就喝醉了，还没有醒。我们去外面再讲好不好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？昨天文森叔叔把你送到我们家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喝醉了。我看你很不舒服，才把你放到床上。可是没想到。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！你昨晚跑去哪鬼混了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跟你妈妈赶去医院，结果你不在，你弟弟更行，还擅自把病人带出医院呢、啊！你们是想把我给气死吗？什么？永拓把小彩给带走了吗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不要岔开话题。永拓他现在人在哪里？没人知道。